快走啊。哎呀，别催啊。好了，小鱼，不许反悔啊，到我了。为什么话呀？上吧，哥，走。小鱼，快走啊！再不走就输了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啊！你什么？放开我！啊！救命啊！这葫芦也没有用。吃了他俩。好的。好，这两个人类过天青。姑娘，你们两个没事吧？我们没事，奥特曼，怪兽抢走了我们的跳跳棋。是啊，奥特曼，他们还把我们两个打晕了。没事，这里交给我，你们两个快走。谢谢奥特曼，谢谢奥特曼。快，怪兽，大哥，那两个人类，我们是清蒸还是红烧呢？哎呀，当然是烧烤了啊。那也行。什么？既然当我不存在？什么东西？奥特曼，奥特曼。这两个怪兽也太嚣张了吧，抢人的东西不说，还把人类给打晕了。奥特曼，你今天不要多管闲事，你见过哪个怪兽不吃人呢？少跟他废话，直接上。大哥，用力啊，大哥！Yeah!